跟我唠唠你办过的案子呗。那多了去了。想听啥样的？最离奇的。我从北京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双塔，就是为了一个人。我呢，顺藤摸瓜，找到了上家。接着呢，遇到你，你也在找他。而且我还知道一件事，凶手还有下一个目标。来了，哎，帮个忙，货柜啊。